清德前进中和浮选无争，除了拉台小鸡跑透透，总统大选全台竞总主委也在八月底正式就位。罗清定斗帅。赖清德亲自出席竞总主委授证会议，在六都部分，台北市由英系陈时中掌旗，新北市则是郑国会于天，桃园国策顾问范正修，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负责台中，台南、高雄分别由现任市长黄伟哲、陈其迈出任，全台所有县市通通都有赖清德分身，强化组织战。不能够认为在野党有多组出来参选，那我们就比较容易。我身为一个候选人，我深刻的感受到情景不是如此。未来会怎么样演变，我们尚不得而知。但是呢，身为执政党，遭受到的攻击面向必然会更多了。我们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。赖清德会中下军令，三项认知，三点目标，各县市主委就位，除了拼总统胜选，还要化解部分区域立委整合难题，目标国会过半。除了竞总主委出炉，赖清德竞选歌曲31号正式上线，选战布局持续中。六月完成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，七月启动百工百业后援会，八月展开全国立委辅选行程，9月6号启动首场国家希望工程国政记者会。从后援会组织到端政策牛肉，陆空战齐发，用行动证明，就算民调稳定，领先对手依旧没有松懈轻敌。下一期留言听朱君台北报道。